今天去上班去，但是我发现这个公交车的次数肯定要比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发车量要少很多，所以说等一趟公交车的时间要比以前要长很多。那也没法儿，在外边等吧，估计到这儿，估计到上班的事儿到中午了，估计。今天是，哎呀，这一个月过得真快，这个马上这都20号，马上又要今年月底了。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武汉上班嘞，正好那时候赶上疫情，被关到武汉了，然后。从武汉回来，来邢台本地，干活来，结果在邢台这儿本地又赶上疫情，又赶上封城，这两回事都让他赶上了。其实这是我主观上的臆想吧，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吧。不过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估计肯定有这种情况。哎呀，现在坐公交车一趟20分钟，要坐11路那个跑外线嘞，远地方的那个公交车一趟车嘞时间更长，或者说现在坐公交车。也是非常的不方便。如果说不用倒车的情况下，直接坐一趟还行。你如果碰到倒车的情况下，除非你是运气好赶上了，这下运气不好，一下得等20分钟、半个小时才等上一趟公交车来。哎呀，就说到这儿吧。GoPro 关机。GoPro 停止录像。